炫酷。兰芝 on duty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芝，阿兰芝嘿呀！去旅行什么都要带，冇问题。问题嘿，你会不会扎行李？会扎行李啊，你什么都可以带。Number one， 哎呀，女人去旅行最麻烦是什么？很多保养品要带呀，大大小小、里里口口的保养品要怎么办呢？啊，大大罐给它变成小小包，很简单，准备一个密封的袋子，把化妆棉放进去，倒入卸妆水或者是多的啊适量的分量呢，在里面啊再轻轻的按一下，啊就完成了。Number two 啊，这个化妆品还有首饰项链很贵啊，被刮花压碎心很痛啊，无时恐无时惊。阿兰芝教你，只要准备这个化妆棉，放在你的粉类化妆品的上面盖起来，它就会被压碎啦。像是首饰项链更简单，你只要有这个保鲜膜啊，包一包，又省位又不会打结，那些 bling bling 啊又不会被刮花跌下来。Number three 啊，你平时哦是怎样把你的鞋子放进去你的行李箱呢？是不是觉得哎呦鞋子好啰嗦，真的是很难收啊？很简单，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浴帽啊，你平时去 hotel 啊看到这个朋友的时候，记得把他都带回家，或者是那一些浴帽啊用了之后不要丢，收起来，因为啊浴帽可以包着你的鞋子放进行李箱，不会弄肮脏其他的衣服，还有袜子可以塞进鞋子里面啊，又省了很多位。最近有去改改还是要去旅行的朋友们，把方法记起来，你就会很棒来扎行李了啊！不用大大小小包，里里口口去旅行。阿兰芝 on duty， goodbye。